美国是打疫苗中奖，那我们台湾恐怕只能靠威力彩了。威力彩连杠39期，头奖上看17.5亿，周一就要开奖。在开奖前的周末假日，南投竹山紫南宫这里人潮非常多，都是来求财的香客。不止附近的彩券行很有感啊，人潮回流至少了5-6成，摊商们也忙着迎接人潮回流。紫南宫就说了，碰到降级加上威力彩的加持，香客真的很多。大批香客涌进南投的竹山紫南宫祈求财神爷眷顾，放眼望去，桌上的贡品摆得满满满。正逢降级二级警戒，加上威力彩的加持，周末假日紫南宫的人潮络绎不绝。现在人潮已经增加非常多哈，透这威力彩哈，都是已经哈，10几亿啊，大家哈拢要来我附近家买这个威力彩哈，这彩券，所以人数都安尼叮叮当当哈，应该人数跟以前也差了大概接近5-6成多了。威力彩连杠了39期，头奖彩金累积上看17.5亿元。民众趁着周末假日来到紫南宫拜拜，加上威力彩史上第一高的彩金31.2亿元，就在紫南宫附近的彩券行开出，就连彩券行的人潮也没断过。二级之后多了大概6-7成吧。人潮就是前潮，紫南宫附近的摊商也很有感。人潮就前潮，有回升。2-3成有。不过紫南宫目前受疫情影响，暂时不开放民众进入宫庙殿内参拜。现场也有工作人员提醒民众佩戴口罩，保持社交距离。求财之余，也要落实防疫。华视人民媒体林品欣、周大祥南投报道。